他被曝小三专业户，曾与韩庚深夜密会，廉价女孩的清新自然美。他因出演职场电影《杜拉拉升职记》而走入演艺圈，后被李湘看中，出演了电视剧《一不小心爱上你》中的蓝晴晴而走红，继而凭借情感剧《爱闪亮》荣获了乐视盛典年度突破女演员奖。李湘还称赞她是标准的氧气型美女，她有单纯清澈的大眼睛，笑起来十分甜美。她就是演员江凯彤，最近围绕她的大事件莫不是插足陈翔与毛晓彤的恋情了。监控被拍到她与陈翔两人出入陈翔的家，后毛晓彤回家疑似撞上，事情一出，江凯彤被扒做小三不是一次两次了，被曝是小三专业户。他曾与韩庚有过一段扑朔迷离的恋情，他被拍曾与韩庚深夜密会，但是两人始终没有承认。江凯彤有种邻家女孩的清新自然美。江凯彤身穿莫斯奇诺卡其色基衣，露脐设计，尽显完美身材，下着不规则牛仔版身裙，蝴蝶结腰带，俏皮可爱，搭配卡其色短靴，十分温柔。江凯彤身穿藏蓝色棒球服外套，内搭白色圆领基衣，下着灰色百褶半身裙，搭配毛毛球小白鞋，一身搭配，运动又休闲，手拿粉红抱玩偶，少女心十足。江凯彤身穿黑色牛仔露肩上衣，巧妙的露腰设计，十分性感，搭配简约的白色衬衫和白色运动裤，绑带高跟鞋也是不错的搭配善品。